我们测试的是两个样本，我们编号为干花生一号、二号，其中二号的地方我们已经加入20 microliter 10个 ppm 浓度的甲醇，黄曲毒素 B1 标准溶液，我们来测试看看。首先我们拆开两片的快检片，是由台湾尖端公司所制造，标示为花生一号、花生二号，花生二号是我们加入已知的毒素，